好抱，可是我全身很黏哦。抱抱合照来者不拒，艳阳下网红四叉猫汗流浃背，开启粉丝见面会。这地点可是国民党立委徐巧芯家楼下。是台南上来的，回去了。哦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别了。好了。有人大老远跑来，也有人准备礼物。因为四叉猫日前申请徐巧芯家门口路权，就有网友18号一同来打卡，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，12小时热闹滚滚。这只是我们有感而发做出来这样子而已，我们是来观光的，这边是观光景点啊，打卡点。特地穿上自制 T 恤，斗大的泄密欢，酸味满点。但徐巧芯也不是素该，祭出无声的反制，在住家外墙挂起巨幅国旗，甚至挂网将手机拍向窗外，转播楼下的最新战况。他也是要流量的人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也知道徐巧芯用这一个月来就是想要流量啊，那他赚他的流量，我赚我的流量。四叉猫出奇招，吸引上百人来朝圣，但也来了不速之客。新党副发言人游志斌开着招牌宣传车，大呛民众通通是1450，双方起冲突，四叉猫赶紧出动劝架。前一晚才在国会大乱斗的徐巧芯回到家，依然不得清静。镜新闻综合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